听到人生发阿弟动态，不过其实是接上行业太资源，阿弟就没安太业，就会保持空间。八年前功夫用的太浓、太富、平庸、三拿人气，就接上喷发通，鼓励民众行动恶背，看山水来不用轻松。不是一样吗？然后要掉，很舒服。到底是要用用空气熟皮轻轻的命，其实接触树吹就是享受细那了有个一种做木工做得打开各种感觉。树吹不就梅土，吼，就梅土就香梅，吼，按就触感，触感那个白开，它会有温度。顺的时候摸起来就是光滑，就让你心情很舒服。对，到墙上拍软个自然细那环境之中发痛，到柜外运作细那疗法，到推翻运作细那调用，都是利用好个细那环境，还有零散品来提高生活品质，和每不平。我们多看绿色，多听自然的声音的话，然后那个脑部的阿法波，然后会连带让我们情绪这个神经系统稳定下来。平地森林它1250公顷，我们希望发展很多的活动，让自己的身心灵得到一个净化。丁福桥也表示支持，强调四位多谢那两三年，就做得快乐几十年，还提高免疫功能，是台湾天然谢那环境最好的父母价值。下个新闻，冯小琪发连报道。